都在村口焦急的等待了，等待这个医疗工作的这个做起，因为大家都在计划今年子，哎，到底咋个搞农经济的经济作物？哦，这个项目到底可不可以？就从原来那个经济，你们参考一下，评论一下，待会儿把这个具体的游戏规则给你们讲一讲，想不想投入这个？那么马上去给大家讲，宝贝。来了噻，这个咋个弄了嘛？那么的，他包技术，说的呢？这个是咋回事啦？他包收购，这咋回事啦？你看我费力了，今天第一步。你把具体的给我们。你们那天咋回事？就是那天开会，你说一下啦。哦，别好慢的回去跟你说，如果你要来这个干，你要干这个事。开会耽搁了我的爸爸。来来来，来平主来来。我是你同伴，这个就是成都的交流中心，每次在这里都是交流的。今天你咋子啊？我的妈就跟我说，哎呀，今天这次开春了，到底弄啥子来搞收入？他爸妈的头转起了，我的爸爸呢就说，哎，今天是他们这一进村来。推广他们的海椒技术，还要包种子、包销售，这种农业模式到底好不好？朋友们，待会儿你看一下，把你们看一看，这个项目行不行？大家把视频评论区，评论一下，讨论一下，今天是到底整些啥子经济农作物，收益高。而今天我看到有点好扯的，跟我爸比还他想的就是没有问题。你看我爸爸他们想的是经济收入回报，我也是想的是这个。开的车子上了，今天带了点苗苗，还带了点肥料，还有一些自创的油。让开一下，让一下，车子来了。让一下，车子来了。嘿嘿，妈妈，跑不跑得赢？现在要现场示范吗，妈妈？示范好不好？妈妹，要现场示范吗？我示范哈，大家才懂事，你不光说就懂不起。走吧，对。那个，我还是喜欢的。设计操作，大家才懂。真的要在秃头去表演一下。这是学一个学的。这是两。种了2米9。2米9。种了2米9，一边出40嘛。两边就40米的距离，四十厘米。啊，等于就是中间干一下路的说，拍的叫出半路，还好，四路还叫。这不摘不到两路，可能两路还叫，只干两路。能摘两路啊？两路。哦，两2米9，2米9，出40厘米。干40。1米的蚊子不，主要就摘不到。你这两处还有，你还出去走走呢？我生，是不是？50嘛，你这50的半头就够了噻。你50嘛就是了噻。50是一尺五吗？好，这里你看。哦。我有点弄不着哎，但是，哎，留40厘米。哎，对对，你啥时候丢在过那个？你记到是丢在中间的嘛？丢在边边个地方？你统一的，统一的丢一边。哎，咱们是丢回来的，我丢左边。啊。丢这左边，手的左边。啊。这样子丢起。啊。这里就火火的全部丢回来了。嗯。这次是不是你就掏弄的了，把它盖了噻？啊。像这种情况，你就这边嘛。嗯。样样就在这个位置嘛，对不对？本末是盖完了的。好，丢了过后，就是就把那个肥料，把这掏来把它盖了起。但是这个不要忘了叫这个挡都不忘了。嗯。就是还叫烟的，所有的这就干部，但是这个香米要老皮，不然那大坨坨在那里，但是顶起，气温高了，他不说你小了那个秧秧栽在那里近了，他又把它充实，就是它那个染剂出来就出来了就气死了，也不晓得啥子原因。拳头那么大，哎，拳头那么大，你啥了东西？栽了东西，然后栽了呢，秧秧栽在那个洞的中间嘛，你其实就是哎，主要这里没木木木，你没香米开出来。好，你这你说白了就跟医生动手术一样，还在栽那个秧秧，你看我把那个抠个洞。这个时候拿一，那就在这个时候就操作了，就把那一把一身一把刨的就带空了。对，肥料外面养的那个，这个那个土全细一点，你就好栽到时候，对不对？手就栽了，栽到这边，栽了过后那个就是你就拿在面上的，就这种坨坨，坨坨来砸四周的不猛。白色的香米，对，香米只有白色的记得起。你上它那勾勾就可以。看到这就是白色这个位置哈，勾勾的50公分，对不对？哦，现在那个1米32，真的，真的，好看了，真的，好，这个好起嘛，看到好起就对了。白的分就拿十块，真的是白的，真的懂了，真的懂了。要煮熟了，你看
个师傅也来给我们讲解了一下，然后我们家就把这个寒假养猪这个样子，你们看，刚刚开始估计听他的讲有点不太具体，你们今天看我们家是这样子种的，就是按照他说的这个方法来的，一箱一箱的，中间隔了几十公分。那都是一沟一沟的掏过去，这就是海椒秧，是那天乡的新的，我们家今天子种的金桔树。那现在爸爸呢？主要是他就我的肥料整来的，发酵。发酵是不嘛？不发酵，发酵。发生了啥子事情，你晓得不？那个子都。哎，那个是发酵，发酵，然后爸爸以为我是错了，然后他说了四张花钱。啊，宝贝，他是咋个给我们家喊住的呢？他要包收购，包技术，有好多收好多，是不是嘛？是噻。是收成好多斤呢？他是市场价，嗯，就是那个配发酵啊，那个配发酵，哦，那个反正就是市场现在不定嘛，肯定。随着市场的波动，高就高，低就低嘛。反正呢，就是一句话，比你种那种传统的玉米要强多，要低一步。你看，我们肥料给哪样带哪样了？你上次说了是一块钱行吗？保底价，就是再卖不脱都要一块的。哦，再卖不脱。但是他对你有没有啥子要求的呢？要求，你的产值不能外卖，必须要卖给他。哦，你如果。对不对？带着点来罚款呗。那有一个合同，还是一个约束的方式。就是你，他给你提供技术，然后养，但是这个海椒养也是我们自己买的。海椒养你要哪拿进来？四元一根。哦，比还相当于便宜点嘛，比市场。那咋不便宜点呢？平常外面一般卖多少钱给他？一般卖一块钱。哦，那就卖，就相当于给你提供便宜的海椒养，然后但是就是必须要卖给他们搞。哦。这是和政府一起搞的合作搞，推动大家。要有苗子的有点基本不、嗯、哦，那这个你要是畅销全国的大众城市，所以大车大车的放进去，是这个东西。你如果没这个收购，你老花对不对？你要保证的，啊，这个粮草存油嘛，你就是全部给你收购。那再给你们看一下，我们带有玉米香，是不是很久没看过了？其实这种都已经是改良的了，在我小时候的时候是臭坨坨，最喜欢臭坨坨了。嘿，这个好说，我不要你们。这个省工又省时。是的，这个样子化成香香。不行了，这个不下，这个不动了。